是所谓的防晒水，它就是一个全面防晒的抗晒乳。然后它用之前呢，就先摇一摇。为什么要摇呢？因为它里面非常非常的水润的感觉，你要把这个水感呢先摇出来。然后它挤出来是这样子，你会发现它马上滴下来了。对，它很过呢。你看了，我把它推开来，它虽然这么的水，第一个它保湿度一定很高嘛，不过它却有 SPF 50+ 哦。哎，这种50对。对，然后还有三颗星，所以呢，它的防御指数是最高的。可能想要这么高的防晒系数，不过呢，会觉得皮肤会闷闷的，很